艺人欧阳龙跟傅娟有三个女儿，而欧阳娜娜是家中三个姐妹里目前星途发展最顺的，光是上半年就捞了3亿。而欧阳娜娜也在演奏会上透露，她差点因姐姐花钱学琴却不认真，导致无法学琴，现在很感谢妈妈愿意栽培她练琴。图斜线翻摄自 IG 脸书，图斜线翻摄自 IG。 欧阳娜娜才刚满18岁，3年前从音乐学院休学，就拼命在大陆赚钱，上半年海捞到的3亿元也全部都拿来替家人买房，给外公外婆养老。图斜线翻摄自 IG。 而且姐姐妮妮曾穿出作弊跟炫富的新闻，妹妹也还没有什么发展，相较之下欧阳娜娜就显得较为懂事，也愿意认真学琴。别的小孩玩耍时，他都认真的在练大提琴，更练到手长茧流血，非常努力。虽然妈妈傅娟表示平常家中没有偏袒或独爱某个小孩，但是之前姐妹受访，弟弟就有坦言，因为二姐工作辛苦，平常爸爸就会比较疼她。看来是因为娜娜懂事又认真的关系，特别受到爸爸的宠爱。图斜线翻摄自 IG。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影片吧。如果喜欢这篇影片跟文章，或是觉得不错或有趣的话，请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看看吧。